刚刚，喵。你上次不是说过吗？你的毕业会考必须在今年完成，而且要把学分补齐，不能补考。所以我就给你准备了这些补习方案。这些都要学完吗？何止是学完啊，还要熟练掌握。是，我一定打起精神，不让老板失望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？绝不让我帅气稳重、不同凡响的男朋友失望。认真点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顾先生吗？对。啊，这是您的快递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笔好像忘带了，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吗？行，等我一下啊。谢谢啊。拿你的笔用一下。什么快递？你的复习资料啊。还有啊，你这都……这只是一小部分。我的天哪！怎么不想学啊？我可太想学了。如果你能让我出去玩一会儿，我就更开心。先生，你们家的猫跑出来了。跑了？冰淇淋，冰淇淋。冰淇淋，冰淇淋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吓死我了！冰淇淋在这儿呢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急死我了！冰淇淋。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快憋坏了，也想出来透透气，放松放松啊？你怎么憋坏了？我都查了一下午学习资料了，头昏脑胀。你就查了一下午，就查了头昏脑胀？嗯。那学习要劳逸结合嘛，我也想出去放松放松。是，应该劳逸结合。你看看刚刚啊，你都放松了老半天了，现在是不是应该上楼接着查资料啊？刚刚，喵。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小快乐，我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小忐忑。地球已没你转着，地球没你就停了。你是彩虹，填满黑白的颜色。树上的红苹果掉下来砸中我，牛顿定律之后再爱上你之后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粉丝朋友的支持，谢谢。先喝口水吧，你都唱到歇斯底里了。请注意你的措辞，什么叫歇斯底里？我这叫为爱痴狂，余音绕梁。我要喝水。你指的放松就是唱歌啊？我也没看出来放松啊，你唱的累，我听的也累。你说我唱的难听是吗？我唱就是难听，所以才带你来欣赏。你唱。我就不唱了吧。你唱嘛，谁让你犯错了？真要唱？唱，你想唱什么？随便吧，反正都一样。啊，那就这首吧。来，你不会啊，我可以帮你唱。有一点点小快乐，我不由自主的有一点点
下来砸中我，牛顿定律只说在伤你之后灵验了，爱神的箭很多，有一只射中我，你别想逃脱，除非你违抗丘比特。四叶草的传说曾为了他着魔，幻想着白马车，我是你的王子欧杰多，你眼神太迷惑，阿门快救救我，现在变成飞蛾在扑火。你的笑容正在跳舞，我是不是你在找的幸福，我的小路正在迷路，拉着你的